拿手机来，我给他扫上钱来。哎呀，找啥玩意儿？257啊。收着钱了吗？收着了吗？收着了。257对吧？嗯。我看不出来。好了，好，咱们再帮上啊。出皮了吗？出了，出了，出了。我先我去找你去了。你说累人就累。我就给他把这个电动车带补了。啊，好。媳妇儿，嗯，一听不是当地的，是河南的，河南的，嗯。喂，喂，你好。对对对。多少钱，西瓜？一百七。你官方给你了。怎么了，大哥？你说？啊，弄。不装了就。你一个，你拿着。有。行。行，昨儿晚上搁一车，几个人？89几人，6700块钱。89几人一般哈。你加个号，加个号，你交上200块钱就你把手机号发过来，我把保洁号给你。中了是吧？都装上了哈、嗯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朋友们，也算是绕过了。绕过了，绕过了。开心吧，你要不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这事要不你半个小时，他买不了那么些。说实话。是。那他们都先后我给少了。啊。怎么不少，可以。可以了。我买了那么多的瓜，算绕过了，人是算绕过了。咱说实话。他要一个一个的买，他得取人，啊，一般就是，好比这瓜25块的五吧，哎，应该顶多给25，是不是？再买几个，可以了，买的可，再买他就可以，照顾的可以了。什么价？啊？你们能给我多少钱？1.7。不少了是吧？可以了。咱就是咋弄不的？没点关注的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交个朋友，不中？咱那个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差不多，这瓜一瓜两份。什么？那钱说完，他不就？他怎么着？俺欢爷说他说那257，那个奸人能对我他不是他那个钱说，我这是。十个瓜也就那么个数儿，一个瓜平均12-13斤。人家这钱数他不知道是钱数，对对对，他觉得是斤数。斤数257斤。哦，他不是，他说他觉得是斤数了，咱这250钱数。啊啊啊！咋个？你咋都问他不知道嘞？我也知道。啊，是不是？嗯。对了。大哥，烟的是，不用烟的是。你看，人家大哥还给葡萄。啊，也是，大哥还给那葡萄啊，
哎呀，可给、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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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给虫虫吧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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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不用，那捡上捡上，再弄来，不用不用，送的就是送的，不用不用。送的就是送的。卖瓜的大哥还给俺葡萄。那什么？不要不要不要。就是。啊。哎，那不就我老爷爷毛头啥开门的？开门的，这样子的吧哈。不是，让你。哎。我干姐怎么没碰着你啊？我开门的有事没来喽。人家谁叫干姐十点多了才来干姐？看老人了，这是。这是看老人了。老人不悠着我。不悠着。嗯，我有窝户嘞，我这不弄点菜来干姐吗？你这是来买的？啊，买呀买呀嘛，我这是上。那你买菜就少了那么点菜？我就种了块自己吃。自己吃。啊，自己吃吃不动。啊，辣椒。辣椒、黄瓜。黄瓜。啊，就是。豆角子、茄子。啊，就那么点东西。就那么点东西。哦。菜来哦，菜来干净。看老人，老人九十多岁了，病了。怎么卖啊？那你看这个价吧。哎。啊？你不是收吗？收是老人。我不收。啊？我不收。那么你弄了吧，三块钱一斤行吗？多少？三块。啊，成斤三块弄啊，不中。啊？怎么过钱都这么个价啊？还有钱是弄的，都这么个价啊？多少三块啊？那俺这不是这钱是这，我怎么才卖四十半，还就四？行，这个现实的啊，哎，你们这苗儿的，我挺喜欢我哥的，嗯。他们都说贵了。贵了。嗯。贵了，你们收多少钱？哎呀，两点吧，不用，也不用，就是。他们说两块。两块贵了，贵了，我要的贵了。嗯，他们都说要两块。两块。两块。两块不便宜到，那么俺在另外就卖三块五，我卖的黄他们卖是卖几个卖就三块，啊，我去找俺那个。嗯，他们都说市场价就两块，茄子什么的两块钱。两块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这家伙好地方比这来钱。那要不你赶紧卖点儿？来不喊了。赶紧卖卖吧。嗯。嗯。两块多点儿。赶紧卖卖吧，你赶紧你再卖卖，弄多卖点多卖点。没有人了，人走了都回去。那前时候人家说两块钱公里工作价。你我那个都卖三块一般，茄子三块五，这都是人卖的十块十块。哦，那你再卖啥不中？大爷，我不是不要啊哈，啊不是不要哈。还是看留着吧，来，再给你10块钱来，葡萄钱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不是给你送的就是送的，给你就是给你的，不用。哎呀，不用，给你就是给你的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但是不用了，你也不用，不用，两个，不用。我送给你吃的，我送给你吃的。他自己种的，嗯，这不对的，送给你吃的。葡萄自己种的。嗯，送给你吃的。那你自己种的也有本儿。不用不用，送给你吃的，算了，送给你吃的。我总是一种说不会来收回。你看爷爷大哥这个格局，嗯，大娘你学学爷爷大哥那格局。爷爷厉害了，那么他也能干，也能干干不？那你没有这个格局，你不用送，你找两块钱一斤着了。两块五的高是？不高是的。哦，我这是不多，小三块钱多。那你进，我说我俩说话下街了。下了鸡了，已经鸡上没有人了。嗯你今天拉回去买不了，咽咽了，明天再赶紧买。你连三块，你买不了三块钱，你两块钱你都费劲。你今天不买都咽咽了。那不是两块不三块不要不得？哦，三块要不了啊。那不差那块钱，那要。我是不差那一块钱，啊。但是呢，那得公里工多点儿。两块钱没有那么点儿，我不能说说费用。好，中中中中中。你忙着吧哈。好嘞。离不开了啊。啊，没事。嗯。啊。茄子不贵，这会儿，茄子一块五一块。嗯，那个扁豆角子，那豆角子三块五，豆角子我说实话，嗯，现在好都也三块钱，两块五，怎么个数？豆角子这会儿都打烊了，
该是俺我知道价格真的哈。啊，你知道价格？嗯，现在俺地都有的了，顶好的就有的，好都有的，3块钱，2.5块，到最后2块钱，他2块钱他也得买，我都有数。啊，我那么多俺地那么俺家也我也得买菜吃，那么也有数。价格这么个价格。那你这收摊还是卖货啊？俺们俺媳妇来了再说。哦，那媳妇，嗯，你哪个村的？我李某庄。李某庄在哪里？中村南一片，山东。